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彦哲，我是张立东，我是玛丽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每周四晚上十点在虾皮购物 YouTube 频道播出，每周二中午十二点还会有有趣的精华影片哦。记得按下下方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喽。赶快订阅，铃铛响。我最近发了新单曲《Pretty Sorry》，很有希望。力量的勇气。太远，你知道 我也有日本朋友，我日本朋友叫风雨。要什么谁？来来来，猜你。听说你来台五年嘛？嗯，对，丰田也来台五年。我没有。对，可是为什么你的中文会这么烂？虾皮。第一个游戏是这是虾皮。来来来，开始，有答案就可以。对对对。还没，你根本还没摸到，还没啦！谁？哎，变日本节目？答案是什么？红豆面包。答错，继续。你是啊？粘土。粘土。对。恭喜答对。这个头超的。好，开始。哎呀！维尼，你要去感受啦。阿大，哎，金针菇。金针菇答错，好喜菇，好喜菇答错，你不能一直摸菇头啊！三个字哦，有人说我姑姑，姑对，姑姑姑姑姑姑，预备开始开始，马卡达，塔瓦西，塔瓦西是什么？什么？帮我翻译，塔瓦西，西潘子的。钢铁刷答对，老三答对，好了，一比一，好不好？偶像比一比，啊，四个字，参与好瘦，要看彦哲他在演什么，彦哲他在演一个。答对，四个字。四个字哦。你阿姨会有这影响吗？还没有人。你们会不会猜啊？答对是温妮可爱。对了，下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好了，我的。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他们卡住一个？啊，对对对，不会笑。这个难哦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现在表演的这个意思。完全扛不住。你要看一下张立东的表情。啊啊啊！哎，三个是不是怕臭豆腐？还有我阿杰是怕。开心一点。哈哈哈！这是正常。好的。